这组照片是上个世纪澳大利亚监狱里的囚犯案底照片，最近大曝光。案底一般指某人过去犯法或犯罪行为的记录，又称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。在我国法律中，一般指有过刑事犯罪前科的档案记录，而该犯罪档案一般存放至公安部门保存。治安机关指某人过去犯法或犯罪行为的记录，又称为前科，是个人的刑事犯罪记录，存于当地或上至国家级的档案中，是自然人的历史另类表现。犯罪记录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。犯罪记录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为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社会和谐，现就建立我国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提出如下意见。